次，你快快请。好消息，中国京剧院三团的同志们给我们带来了一出非常精彩的武打戏，叫《无底洞》，让我们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。玉鼠的扮演者叫林燕同志，孙悟空的扮演者是常贵祥同志，猪八戒的扮演者是孙桂元同志。这个无底洞呢，是《西游记》里的一个故事。唐僧到西天去取经，走在半路上让耗子精给抓走了。就这耗子精太厉害了，连孙悟空都打不过他，到处去求援。猪八戒让他给打得丢盔卸甲的。哎，您说啊，这四害要是不除，行吗？哎，他们来了。